我不介意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。以前我热爱生物科学，而你父亲那时候愿意给我空间，邀请我加入 TCG 商业集团。我们的研究方向违背了生物发展的规律，只能秘密进行。后来我发现章鱼的基因 居然可以与人类结合，于是我开始在自己的身上进行实验。不料实验发生了意外 ，TCG 集团为了消灭证据，竟然想要弄死我。万幸我躲进了一家偏僻的诊所，一个叫戴斯的医生把我救了下来，最终保住了我的性命。为了不被你父亲赶尽杀绝， 彻底的隐瞒信息，于是我杀死了医生，整了容。从此，我叫庞德勒·戴斯。你们的救命恩人都杀，你还是个人吗？你闭嘴！我必须活着 ，TCG 还没有垮，像你帮这种人还没死。实验成功了。 带走实验成果，绝对不留给 TCG。我救章鱼根本就不是为了造福人类，是为了治愈你自己。TCG 雇佣华人做科研，不惜违反生物规律，无非就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。而我要带走实验成果，让你把一无所获，保证回国所有证据灰飞烟灭，可惜呀！<笑> 再扣五分钟，你就会被淹死。别了，亲爱的罗莎。 炸毁科考站，韩队！快！
资格跟我谈条件？别动。把刀放下。哎。本来这次计划中没有你，可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一定要炸了科考站，报仇啊！你还有这里所有人，都得为我哥的死付出代价。我负全部的责任，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带走，禁闭室。是，燕哥。最崇拜的 DNA 之父沃森，他发现了双螺旋结构，揭开了生命的奥秘，多么令人惊叹！Enter central computer。张宇竟然不杀人！死博士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2050年11月15日，南极章鱼的基因组远高于普通章鱼，非常适合与人类基因嫁接重组。经过多次实验发现，拥有人类基因的章鱼难以控制，它们逐渐接近暴状态。章鱼在实验室杀人只是个开始，科考站即将进入全面竞拍状态，最后的计划正式启动。省劲儿吧，这是超强化玻璃，子弹都打不穿，你能砸得开吗？那咱们只能在这等死了。等死倒不至于吧。连哥，怎么了？连哥，这是个变异啊！放心吧，这家伙一时半会儿他肯定进不来的。别那么紧张，行不行？放松点。Thank you.
没事，漏水了，走吧。